专属座位结拜禅，哎，不就干禅，不就干禅，就差一点点，大家开心吗？开心。然后我们今天这个话题是，你有没有干过什么丢人的事情？哎呦我的天啊！从最丢人的陈琳开始吧。为什么针对我？因为你今天可爱，你今天的头发太可爱了，你头发比较多。对，快点了。丢人的事就是说，就是在家里面干过一件丢人的事儿。家里？对，就是有一次家庭聚会吃饭，我哥哥带了他的女朋友过来，就是跟家里人见面。然后我妈妈就问，你见过这个姐姐吗？是不是之前见过呀？我就说，之前是另一个吧。真说那句话了？我不是，我就说啊，好像见过，上次见过。然后那个姐姐就是我和我妈妈纠结了一会儿，那个姐姐说我们没见过，我就内心上次不是这个，好尴尬呀，好尴尬。你妈妈怎么还问你这个问题啊？对呀，她一定要问我，我也没见过，我当时内心好尴尬，是没话硬找，结果把自己摔坑里了。对呀，好尴尬。那你哥哥什么表情？我没敢看他。好搞笑哦。我想到我小时候干这种事情，就是比如说我的哥哥或者一些叔叔之类，他们带女朋友来跟我见面，我老喜欢叫他们的女朋友叫姐姐。不应该，就是叫他们的女朋友叫姐姐，但是叫他们叫叔叔。然后我小时候经常因为这个被我的那些长辈们批斗。对，我想我丢人的事情，最近就有个很丢人的事情，就是一般出去那种美容院做皮肤管理嘛，他都会让你填个人信息。但是咱们就是虽然说也不是特别火，但是还是有点偶像包袱，我就出去外面从来不会填自己的真名。哦，我也是。你然后化名？对，化名。然后上次我在那个美容院填的化名姓王，叫王水水。什么？就是，但是我自己填这个名字，我没有习惯。然后那天因为很久没去那家美容院了，他报名字是吧？对，报名字。我说，他问我，你好，女士，你姓什么？我说杨，很自信。他找了半天。没有这个人呀，没有这个人啊。然后我过了大概5秒吧，哦，我姓王。然后我真的觉得很无语，因为我自己已经完全忘记我当时在那个美容院化名是王水水。对，然后就是当时那个，但是那个前台好像看我的眼神也没有很奇怪，可能他们已经习惯这种事情了。对，最近比较丢人的事情，口音呢？最近有一个，正好我刚上台前想起一个很丢人的事情。什么？但是也不是很丢人，就是之前我在重庆的时候跟朋友们出去吃饭，然后我在厕所门口碰到一个女生，然后那个女生因为女厕所门口排了很多队，然后很多女生在等，然后那个女生就是问我，她说你要不要先去上厕所。然后呢有一个门是坏的，她说我可以帮你拉着门，你先去上吧。好善良，确实。然后呢我俩就加了微信。你是，就是很正常，就是友好，很友好的。你的备注什么？厕所认识。厕友。就是他的名字。然后呢，也挺可爱的啊。然后他也夸我挺可爱的，就是这种，不是，是很正常的。你不会铺遍了半天揪着说这个吧？不是，正常交友，正常交友。然后呢？回到上海以后，我跟陈琳讲过这事吗？没有啊。哎，那我是跟谁讲的？我跟陈琳讲过吧。你还有别的朋友？陈琳，他跟别的朋友讲了。陈琳都不知道排到1、2、3、4第几位去了。你俩是要一起参加最佳拍档来是吧？工作呀，我们是不参加了。快讲嘛，怎么了呢？然后他认出你是 SNH 的吗？他不认识，他是，泰国人。泰国人啊，就是他在中国留学，是一个学生。然后因为是在学校附近，他以为我是他的校友，然后他就刚到学校，他就觉得可能在学校认识一个学姐这样，但其实不是。但是不是重要的，重要的是我前两天回来，我跟我的朋友，不记得好像是陈琳吧，我跟陈琳还是跟谁啊，还是应该是跟伍博涵吧，跟伍博涵炫耀，我说哎，我去上厕所还有人要加我微信呢，太大的魅力了。然后呢，小五就说长得好看吗？我说很好看啊。然后我就翻人家朋友圈，想给小五看看人家长什么样子，结果不小心拍了拍他，然后
了他以后，我就说好尴尬呀。然后小五就说那你别管了，我说还是得跟人家说一下吧。然后我就说不好意思，我点错了。然后呢过了很久他回了一个没关系，然后再过了5分钟他点赞了我很久之前的朋友圈。什么朋友圈啊？不会是今天公演了好开心哦，不是，就是那种有点傻的，就是类似于、我喜欢的 idol， 我说我老婆好美啊、就是这种、然后就觉得有一点尴尬。对，因为之前就是他从来没有点赞过我的朋友圈、但是我也不是一直关注他有没有点赞我朋友圈，就其实你没有必要强调了。我怕他们想多，因为就是他们想的可能没你多。解释一下，解释一下。对，然后觉得很尴尬，很丢人。嗯，那么最丢人的，我觉得我都想不出来我有什么丢人的事情，真的。我想了一圈，我感觉我没有，我真的我想不出来。你们觉得呢？但感觉好像有很多呢。就是我刚刚问了一下，你们说总觉得王天草有很多丢人的事情，但是就是想不出来。有什么具体的事情？我想到一个，但我不知道不知道能不能说。什么？没有吧？最近没有啊，我都没有。不是最近的，没有胖点的。之前就觉得有一点丢人，有点丢人。对，那可能我自己觉得不丢人吧。不丢人，就是大家都很开心。嗯，就是在 MC 的时候，就是其他队的成员上我们队 MC。哦。然后那可能是别人比较丢人。没有啊、哎？是吗？嗯，可能。就是感觉就是他选你嘛。哦，然后选你，我就觉得，哦，原来天草是这样。我不是这样子的呀，我是他自己就是这样子的，真的。我不相信。真的就是这样子的。你不相信，那是因为不够熟，没有，就是没有，就是解放第二人格，没有。然后就是我觉得我可能进团之后学会的最大的一样东西，你知道什么吗？什么？就是不是唱歌，不是跳舞，也不是怎么当偶像。不是，是我觉得我的脸皮越来越厚了，就有没有觉得？就是我感觉，虽然还是很社恐，但是我觉得我脸皮好厚。是吗？没有，就是为了工作。对呀，为了工作就脸皮变厚了嘛。就是你不管干什么事情都觉得好像没什么。我以前小时候就是没进团之前，我只要认错一个路人，我就会脸刷一下红。哇，那很可爱啊。对，然后就是跟同学说话借个橡皮擦什么的就会脸红、我现在就算是踩到什么怪东西、我就算是你会炫耀是不是？看我踩到了，看我扔了，反正就是我感觉我做什么事情我都不会有什么反应，我甚至会很开心的分享到房间里面，就觉得哎，是一件生活趣事值得分享，我就觉得好像也不丢人，心理承受能力变强了。对，我感觉对，就是很有趣。所以也还好了。对，但是其实还是有很多就突然一下想起 来，感觉我们的记忆力都不太好。对啊，因为每天信息量太大了。好了，到接下来我以后看到谁有丢人的事情，我就默默写到备忘录里面，等我毕业了出一个 Team X 丢人实录。所以要记录生活嘛，要拍下来。好啦，那么就是这样分析，浅浅的分享一下丢人的这个事迹啊。然后但是我觉得台下的大家应该更多。好啦，接下来请欣赏精彩公演曲吧。耶、yeah! yeah!